百拉塔人车分道是从阳金公路七星山站前的大转弯处左侧进入，步行在茂密林下十分清爽惬意，不过千万记得特别高声喧哗哦，以免打搅到正忙碌的虫虫们。瞧，在这堆动物的粪便里有一只闻香而来的粪金龟，倒立推着它心爱的粪球前进，为它未来的孩子准备食物。一旁还有一群嗅觉灵敏的埋葬虫，正在忙着分享动物的尸体。像粪金龟、埋葬虫还有蚂蚁这类昆虫，会分解动物的尸体和排泄物，可以促进森林的新陈代谢，对于自然生态的平衡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。